之前有粉丝给了这个，还有粉丝给了这个。今天两个发射器我们进行测试对比，我们对发射距离和准确度进行测试，我们分别在一米、两米、三米处进行测试，每个五发软弹，看看他俩的弹道和上靶情况。先来这个，这可以装两发，一发准备，准，漂亮，三个，四个，满分。好，下一个，这个距离，哎，意外，你看，这个距离紧紧，哎，没事，才一米，他我准的，我就不信，哎，中了吧？两米距离第一款，啊？啊，我呲，来，咱们看看这个，哎，它这个有点力量，哎，你看，可以可以，哎，总体可以，三米距离，我，哎呀，我去，不是你俩我很难评啊，下次对比哪两个呢？